跟简董事长给我们讲鼓励一下。我想徐董还有处长还有各位贵宾哈，我是益生公司，我们做的是车灯。那我今天第一次参加一诺火杯，我个人的感觉这个场面非常的庞大。再来一诺杯连续办了四年，在徐董的领导下和谢总的领导之下，我想我们整个一个活动的内容都安排得非常好，甚至在整个一个行程上面还有内容上面都应该非常棒。还有赞助者协力的赞助的厂商也都一直在关心这一个整个48小时极限赛。我想这样的活动应该在我们台湾里面应该更多的来赞助跟支持。我希望我明年还是一样是一个赞助厂商，能够参与一诺华杯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。我也祝福各位选手在这48小时里面，除了比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，安全回到原点，这是主办单位最主要的一个依归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